国台，这摆对我安尼来讲，实在是保护真大啦。哦啊，我也足感谢恁遮迄落行政人员，哦啊，佮走去到泰国甲我接，迄两个。医生甲护士，佮走到迄落泰国甲我接转来，我也足感谢恁。啊，若无真正无命，咱个会中原。在我的感想是，这条命也是得着，是国台好啊。真正。是毋敢想袂到对吧？了，想袂到。啊，我保险只保80万尔，咱有可能会想到遐，对不对？佮有人讲一个了，转去转来。大概像阮特爱人嘛，啊，阮遐人大概拢知影佮有安尼个代志啊。啊，人也问起讲，啊，是安怎？哪有法度倒来？毋是讲无法度倒来？我讲啊，阮坐转机倒来，啊，毋着开袂少钱，我毋着开袂少钱，啊，毋过是国泰保。啊，大家嘛是拢会质疑讲，哪呢？你们的保介高、保介悬的迄种保费啊，你们是额度们的保足悬啊？啥我讲无啊？噶保一几十万啊？4万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搭一个几万块尔，啊，都会当安尼就基于人道跟关心啊，就把各家送回来。所以给以后你若有要保，虽然我唔是保完，你会当找我。对，安尼去甲别人讲。在泰国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些慈济跟台商也是有在帮忙我们、协助我们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伊在恁问讲，那有可能，那有可能啊？那安尼，那有可能国泰要甲恁用专机甲恁载倒来？真的啊，假？我那些慈济的师姐嘛，难以相信。伊就讲，那安尼好，我若要倒来台湾，不过，哎呦呦，然后开玩笑的，安尼在搞。儿子都讲说，跟他朋友讲说，国泰真的是我们家的儿女，真的很感谢。